好，来，在这一边，How do you repres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ts using Venn diagram？然后在这一边呢，它就不是只是两个 set，它还有 Venn diagram，然后还有那个 universal set。So 它要的是 positive integer 的话呢，就是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，有包括十咯。然后 factor of 十的话是一二五十。一十十二五十，divisible by 十是五分十咯，五的倍数咯。OK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是 universal set。OK，然后我的 b 其实是 a 的孩子。OK，b 是 a 的孩子。OK，它是导致的那个 u。OK，好。所以画那个 graph 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是五十一二，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，OK。然后在这一边，它叫你画 Venn diagram，我 A B C D E F，A B C D，这个是 B，这个是 F G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，就是说我这个 F G 跟 A B C D。没有重叠，然后我的 Q 是 subset of P 这样的一种东西，所以我画出来的图形应该是这样，就是说 A B C D E F G H，我的 E 跟 H 都没有在任何的 subset 里面，任何的 set 里面，然后这个是 P，这个是 Q，这个 R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写的 P，大写的 Q，大写的 R 是代表 set。然后小写的 A B C D 是代表它的那个 elements 这样的一种东西，嗯。